哇塞！哦，这我们要讲一下金正元呢。支付神雷，金正元大家知道是谁吗？就是他，那有两个新闻。继续吧。先制造嘛。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下面。聊天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的。是啊，你看资源找很多。那这边如果你们不要玩要下线的话，就是开始去扫装备，就是扫你之前三星的。啊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众要跟大家观众讲，就是战略问题。就是齁，你们如果觉得你们战力，我是尽量说每一集都演示一下战力的问题啊，因为其实每天一直在拉，也是希望每一集可以提升一下你战力的部分，好吗？多久？